找谁呀？找赵子慧吧。跟我来吧。旭天，你终究会来这里的。大家都忙忙碌碌，来这个地方也是走马观花。我们曾经胡言乱语，要在这个小房子里常住一生。说的时候我不信你，也不信自己。愿你来的时候，我还在人世。如果已经走了，就在这里向你说声对不起。奶奶曾经说过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凡事不要强求。经过这些年，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，相信你也一定会理解的。离开你是为了不耽误你的未来，因为我给不了你天长地久。这房子是最后三年努力的成果，按说应该给奶奶，可她先走了，所以给你最好。记得租房子的爷爷曾经说过，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人过日子需要一个伴儿。那么这个小房子就算是我送给你和刀丽的礼物，好不好？旭天，谢谢你让我成长，让我学会面对未来。日子充满变数，但未来终究是美好的。祝福你和道理，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爸是不是来医院了呀？我刚才去房子看过，没人。
我又收拾了一下，那个房子不仔细看的话，就像你住过的。昨天叔叔睡的是席梦思，我从超市搬过去的一张，跟你之前说的一模二样，铺在客厅地上。奶奶想看房子，医生同意了吗？嗯，我也想看。一起去。他怎么来了？谈公司那件事儿。又让你背黑锅是不是？我跟他说不要，你帮我已经够多了。他们就是欺负你不敢撕破脸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光是他的问题，最主要是吕总。奶奶问的很多话，我一句都答不上来。得问我吧。怎么办？分到哪儿我编到哪儿，只要你愿意。我愿意。你说的。你上去吧。嗯。找个咖啡店吧。不用，就在车上说吧。来医院看手啊？不是。那来医院做什么？奶奶住院了。奶奶又来了。说吧，我还要回家。新办的，30万。如果是说这个，就算了。我以前没看出来你这么极端，咱们能不能平和一点？阿弟项目是你做的，我只要公平。你跟我之间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，我就是比你优越，非得要说透了吗？这就是你进社会之后第一个坎儿，过了他就过了。你要走不过，除了教训之外什么也学不到。严总，其实一直以来不管吕倩怎么做，我对你都是心存感激的。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弄得越来越卑鄙。心存感激有什么用呢？我都要感激你。如果今天在耳力这个事情上面你跟吕倩调换位置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这么做的。我谢谢你，你让我看清楚了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。我以为我不爱他，其实是他爱我比我爱他多。你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，真恶心。不是的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你转，你才是世界的中心。你们可以不围着我转，本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。这里不让停车。开走。30万，多一分都没有了。干什么呀？钱你都不要，你要什么？工作。工作没了。暂时的，
就事问责，配合集团法务也是工作。我告诉你，回我没关系，回吕谦不可以。你们怎么样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不回自己。强尼问什么我就如实说什么。30万，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会答应的。我不是陌生人。任何一个 YDH 的员工都会答应的，这是你们3年多的工资啊。颜若舟，你自我感觉太好了。许天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老郑今天的晚上吗？是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做自我感觉，只不过话说出来不好听而已。没关系，这段时间我什么不好听的话都听过了。你骨子里自私又贪心，假装清高是为了要更多，要的更多了再回头来要清高。许天有钱吗？你有底气了吗？之前10万、20万、30万谁说的啊？现在许天回来了不一样了啊，回头要体面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。然后再要巴黎，等到了巴黎之后再把他甩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这就是你的人生安排是不是？你胡说。许天要是没回来呢？你试试，还不是之前那副端咖啡跑腿可怜样子。10万谢天谢地了，20万家里亲戚朋友都知道了。不要说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一样，只是数目不一样。你10万谢天谢地，我1000万谢天谢地，所以我比你优越。停车。你看看马路上都是跟你一样的人，像我的人少，像你这种多得要命，每天挤公交挤地铁，打地洞还要想一想，租石库门要计较水电费的。我告诉你吧，每个人都有骨气，每个人的骨气值多少钱自己心里清楚。停车。运气不好的时候便宜一点，运气好了可以涨价了是吧？哎哎，你不要紧吧？车在开着呢，你就开门。严总，大街上的人很多，你不认识，他们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你也从来没有了解过我，我也跟您说的不一样。真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像个男人，真不知道吕总为什么会喜欢你。